小米是输，小米是赢，袂吃唔拼一定输定。小米是有，小米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真欢喜又搁甲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。咱这节目是每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，甲四点。依然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的这个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称的电话，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赶紧来看这个社会新闻啊，这进程吼，这个高检署的这个检察官哦，陈玉珍啊，那么业者控告这个陈玉珍。司法败类啦，贪心真大，吼、哦！这个中央社台北电报道，台北电影今日审理着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被控贪污案，电玩业者徐英华在讲陈玉珍啊，司法的这个败类啦。哦，所谓心肝哦，亲像牛遐尼啊大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哈！啊，那么陈玉珍遭受这个徐英华啊来检举，指控伊的孙阿娘长期做的孙阿娘业者的这个门神啊，收乌钱，高达个新台币2320,000元。特勤组以贪污、洗钱等罪起诉陈玉珍，律师郭学廉并以行贿、盗朴罪起诉这个徐英华。哎呦，行贿，算讲以后摕到钱安尼啦，啊？阿妈哥进前。新闻曝光的时阵，安尼啊，又洗钱呢。啊，可能这个洗钱这个部分差无一款啊，吼、哦，也是证据不足安尼啦。哦，即马我看无迄个洗钱这个罪名哩。那么陈玉珍是首名头一名涉贪的这个啊女检察官啦。根据法院再去开庭安排在案的这个陈玉珍，啊，甲的孙阿娘徐英华，
头一摆即个对峙啦，施永华以台湾话伫咧讲啦，陈玉珍贪心啦，吼、哦、心肝吼、哦，亲像牛遐尼啊大只，啊，曾经哦真侪摆伊吼要帮郭学廉缴虾仔缴虾仔钱就对啦，即个即个理由向伊哦加买要要求钱就对啦。那么陈玉珍是贪官啦，那么行动司法的这个败类啦，司法的这个毒瘤啦，吼吼，你该想看吗？啊，啊，下顺安尼啊，当时叫人做门神，下顺安尼啊，因为看到陈玉珍吼啊，嘴啊开开哩，敢那拄啊伊在讲，吼，我心肝那亲像只牛遐尼啊大啊，啊。啊、结果就无法度人吞甲甜，啊，尾仔个时阵安尼啊，全反倒当个兼顾哩。啊，本来个时阵安尼啊，这个施永华是讲，嗯，我甲你兼顾哦，这个检察官呐叫我做这个乌点个证，这证人哦，安尼我嘛无啥做哩，嗯，啊，所以伊就是安尼，甲兼顾哩。我想袂到，家己煞丢掉哩，啊。所以伊认为讲的时阵，安尼陈玉珍哦，是一个贪官啦，行动司法的这个败类啦，司法的这个毒瘤啦，哦。那么伊去地检署检举本案，是伫咧做功德的，哈哈，你甲想看麦啊？啊，伊本来，哈、啊，伫做的时阵电玩业，吼、哦，啊伫互人跋筊啦，啊伫赚人的钱，迄一个月的时阵，安尼赚了。几百万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，啊，哪甲安尼，伊都唔是败类就对啦。反倒等讲，伊即马咧做功德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哦，这嘛是有理哦，这嘛是有理哦。哦，都敢那讲的阵安尼啊，赶紧的阵啊，闲来勒马就对啦。哦，那么但是陈玉珍伊伫咧讲啦，哦，伊已经自别认罪啊啦，哦。嘛，全数缴回犯罪所得啦！吼、哦，是因为是结案啊来报复的啦！吼、哦，讲法哦完全无事实啦！吼、哦，夸大其词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时的时阵安尼啊，我咧做伊的门神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安尼讲我外高拄外高，吼、哦，讲我。我这个检察官吼、哦，安尼心肝外好拄外好，啊，即卖啊。反倒转的时阵，恩将仇报，啊，伊袂想讲的时阵，我进前帮助伊遐侪年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赚遐侪钱，反倒转恩将仇报，啊，夸大其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郭学廉嘛讲啦，伊伫咧民国91年根本哦无底回啊啦，吼、哦，都要来这个回虾仔钱啦。批评哦，这个施永华讲法哦，子虚乌有的乱讲啦，对不对？故意制造对伊不利的这个什么呢证据啦，哦，啊，就专工要甲陷害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什么呢？甲我的这个好友的什么呢？陈玉珍，对不对？是真好无唔对啦，什么咁样讲的什么呢？阮两个是情侣啦，吼、哦，乱转，对不对啦？啊！哦，啊，法官哦，啊，你都讲庭上的哦，你都讲哦，主持一下公道的啦，莫予伊这个孙安尼啊，哦，施永华哦，乱讲一笔安尼啦，就对个啦，哦，阮都无影无支持啊，你对不对啦？啊，施永华伊在讲啦，陈玉珍的认罪是为了扣断这个战线到理性，哦。哦，啊！你这个施永华啊，这么内行啊，啊，连这个司法的这个孙安尼啊，也这个庭事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个孙安尼啊，律师这迄落呀，哦，你那这了解啦，哦，是为了扣断战线到李心的，因为李心的这个法官甲伊共级的啦，干嘛呢？嗯，那么有交情。
而这个人袂少了，会故意哦挑伊中文啊甲台语讲法之间伊的这个瑕疵了，作为脱罪的这个理由。那么陈玉珍甲郭学良的这个眼神，吼、哦。那么天雷交地交动地火了、哦、那么两个人的这个暧昧他都看得出来了、哦、新班长他在爱徐英华不要自行乱说预测了、哦、对不对，你给我看、啊、连新班长他就说、啊、你这不要黑白说对不对，不要黑白我别预测，就是讲卖往过，你家己想的就对个啦，对不对啦？那么针对问题来回答啦，卖安尼生的孙安尼啊，起来啊，都咧讲讲东讲西啦，啊这哦，这阮有甲无，阮拢去查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讲你讲你的话就好个啦，哦，这是有关这个业者，哦，这个徐永华，哦，讲这个陈玉珍啊，哦。心肝真大啦，参像一只牛嘞，吼、哦！后来咱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继续收看。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